哎呀，两个装嫩的人。跟大鱼啊，你这有黄景瑜吗？拍到了，拍到了。来条鲟鱼呗。要哪条捞哪条。哎呀，我捞不起来，真的。捞这条啊，这条吗？这几个人十样是吧？不，这有多少年了？十多年。真大的，真大的。跟大鱼啊，你这有黄景瑜吗？还有是啥？鱼片炖豆腐，酱焖鱼肠。这拍出来感觉不出来有这么大，对，巨大。我拎一下你，干嘛呀？我拎一下你。哎，拎不动了。可以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这鱼师傅都死了，你还霍霍我？有了，这里有了。大家好，Hello，Hello， 开心吗？营业，营业，营业，必须得上班了啊！卡了吗？卡了，卡了。Hello，OK。大家好。网络上的小辫男孩卡了吗？你拍给你自己啊？给不给个美颜呗？给个美颜呗？磨皮，他连磨皮都那啥？哎，磨了，给你个瘦脸吗？干嘛？给他个大眼的，特瘦那种啊？给他个大眼，玩出那个自行车脸，我就孙悟空嘛，可以个六小龄童。我看啥样？我有一个外星人。我看我有多钝呢，没有很大，什么没有很大，来他眼睛没有很大，我看看你，就被你卡死了。哇，你怎么没有任何变化呀？卡，还卡吗？卡了，不卡。我现在都是外星人啊，都是外星人，卡死了。反过来，谁死啊？怎么没有人说话呢？来了，有来了，说话了。他还有别的特点了，反转，对，反过来，那我这来，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、啊。烂掉嘛，这太死亡了。对，就是玩这种死亡的范儿啊，这是我们真实的样子。对，我们现在没有化妆，完全就是眼睛就是这么大，特意给上节目就化小点儿。这，他有别的特效吗？能把脸能把嘴变得特别大点？能。哎呦，这眼睛大的有点讨厌了。换一下，挺好，行，就笑死了。哎，亮哥，这边有粉丝在问你们屁股还好吗？不太好。屁股还行，都是指定了，可爱做的什么了呢？指定了。哎，换个瘦脸。为什么不是哥？瘦脸没劲，要弄就弄大方脸。有没有什么特别、特别胖的？我看有没有，法令纹。哦，这是完全没有法令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就没有了，完全只能越来越好看呀，只能越来越好看。亮哥本来就越那么好看，没劲，要不咱就关掉吧？关掉，关掉，好吧？关掉，能打，关掉，能打了。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吧，就别问了，之类的。都几点了还不睡啊？谢谢大家关心。叫我睡。爆米花吗？吃瓜子儿，他们都问你那个，你那瓜子儿怎么样了？十斤瓜子儿、啊？没有你，说十斤瓜子儿是不是？十斤瓜子儿，看蝙蝠侠不是蜘蛛侠，蜘蛛侠来了。哦，我有病。咋了？给你打亮了啊！打亮不是什么能抠眼珠子？打亮了一下，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瓜子儿有多多。首先我们练歌特别好啊，然后给我们弄了好多那大瓜子儿，展示一下你的十斤瓜子儿。哪儿去了？那一大袋瓜子在。哎，瓜子在我脚下。嗯，这现在味儿更浓了，你看看。哎呦，客请大家嗑瓜子儿。录节目两天上火了，上一个月啊，上完这我已经上火了，嘴都干了。是，我要烧鸡，我那烧鸡对啊，我都开个美颜吧，觉得太憔悴了。豆干儿，大火。也好，这里太热了，也不看着窗户。对，热的，这没有窗户能开是吧？我车能开窗户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皮能开窗户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因为今天我们那个飞机飞不了了，所以我们都是坐这个绿皮火车哈。哎，对，我哎，浩翔不是，大家看看，好想你哦。浩翔，小瓜子后面有个小辫儿，给你看看小辫儿，特别欠儿，特别欠儿，是什么？大辫不是人，小辫浩翔。这欠你，我笑这脸啊！哎，谁给你鹿角？谁给你弄的？这是自己整的啊？这弄就怪了。往后看啊！你出来！嗯，这小辫咋了？啊，特别想摘它。小明哥，你吃的那个嘴，不是下面有东西？你开个瘦脸吗？
又瘦脸了，这就够瘦了吧？可以了。看大家说什么呢？我们看看大家说什么啊？对，咱们聊聊，然后说说你们该休息了哦。你是好的观众，谢谢你。我们要休息了啊，休息了啊。大家问说你们是五个人一起睡吗？啊，如果大家都投票的话，可以考虑。别，谁的？再聊，你得睡一定得叠着睡吧？啊，那不，那五个人怎么睡啊？横着不行吗？横着睡啊不？然后说问浩翔为什么在坐火车？你不是可以御剑飞行吗？他可以说不行啊？我好六，我主持一下吧。你看这御剑飞行啊？对，小都说小爷会御剑飞。我主持一下吧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在这儿，我在这儿主持一下。来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我们现在在绿皮火车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几个惯犯，不是那个 啊在玩惯蛋，不是那个啊，啊，别露脸，他说话危险。我这侠胆量怎么回事呢？没，我没用。这是我们现在那个停，这个车站停了啊，正在等呢。躲一下，躲一下。啊，这回是一特别慢的火车，要坐18个小时啊。现在是在是谁在？我们现在火车就是18小时18分钟，1818。对，本来是说节目组说我们要飞到漠河，后来发现，突然间那个漠河暴风雨，还剩16暴风雪，还有16个小时，还有16个小时。我们到了多久了？到了明天中午12点，明天中午12点，然后马上，你们好惨，不惨，可好玩了。这是说雪国最美的一个风景线，对，绿皮火车非常美。然后大伙把所有人都拉。我们要经过加格达奇和纳河，还有漠河。哎，你说，乐河，还有乐河，乐河。而且现在黄明昊是我们大哥，不是大哥，黄明昊是我们大哥了。对，这个还没有睡醒，我没睡。你刚你睡了吗？你没睡，你刚打呼噜是谁来着？屋的啊！我还行，我吵，我还想你打呼噜，你自己打呼噜。看看亮哥吧，亮哥，不看，看看亮哥，不看亮哥，你看亮不亮？我一出镜，颜值你们都没了，一下就废了。赶紧看病去吧。我出镜之前，我先抹个皮。我给你抹个皮。看我。我这皮肤好的，现在人一直往下掉，你看你，你把我这边看着，来啊，我给你反转过来，你们看啊，反转一下，怎么反？来反了。我觉得可以让浩翔给大家表演一个吃瓜子儿啊，那个瓜子儿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吃成那样的。他从这颗牙开始嗑。我们现在做的是。我们现在坐的是绿皮火车，是从哈尔滨到漠河。对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表演一个就是杨浩翔好吃瓜子儿独门绝技。嗯，杨浩翔他能吃东西了。先让小陈哥介绍一下，一般人吃瓜子儿是正一般人吃瓜子儿，不是，咱给他先起个标题，杨浩翔从屁股吃瓜子儿啊，然后杨浩翔呢是这样子，杨浩翔是这样最边上开始卡，摆着呢，完给你嗑。后边都咬不开，手怼着呢，咬不开。对，哎，自己摁着，就是自己摁着那这瓜子往外开不行，给它摁回去。来，我要表演一个，我捏开了。啊，不是捏开，你用嘴。然后杨浩翔用嘴。小时候没吃瓜子还是什么意思？来展示一个自然点，不是说故意让大家展示，就是说他本身出来的就是这样。而且他用后牙语。那我现在学会用前面咬的，你这头型给自己起个名嘛？你这头型，就是正常的。日常是不是啊？日常稀里糊涂发型，稀里糊涂发型。嗯，主要是你给我们录，太热了。嗯，真的热呀，在上面睡了一身汗。现在我们在车上得有巨热，20多度啊，巨热。哎，但是外边就是往那儿一坐，这样就能看见，也看不见。哦，只能这么。这样突然想起我为什么那么困，我是吃那感冒药吃的。小明哥有点不舒服啊。哎，也看不见小明哥。可以，谁都看不见，看见吃的就行了。好，请大家吃。谁先头看谁？请大家吃烧鸡和脆香酥。嗯，那有人送鲸鱼了，是榜一大哥吧？榜一，上上签啊，多才多艺。宋主播，你看就是宋主播的。宋主播，啊，这是谁的号啊？别打赏，别打赏。对，这挣多少钱啊？别打赏。把那关了不就好？不能关吗？能关。别打赏，这是关没到不了我们兜里。行，谢谢大家关心。别，没事，咱们这瓜子谁报销啊？是不是得靠这个钱？对，记一下，刚才说谁打赏，把那分一下。行了，分呀，给浩翔买个那啥，猴皮筋儿啥的，
包括皮筋小贾一个人会不会很孤单，你能不能跟大家小贾是谁，小贾干了点啥事。哇，小贾是一点好事没干呀，一点好事都没干，坏事全落我们头上。小贾不错，挺好的。小贾现在是大哥了是吧，嗯，杨洋人唱歌，小贾拿到了我们小明哥的酬劳。唱歌、啊、我唱歌我给你个死亡，我给你个死亡那个角度吧。真够死亡的。嗯，行，咱们现在感觉有一种要筹捐款的一种感觉。南哥，你看看现在我们那几个在这个，谢谢大家，因为这是我们那个极限挑战第十季了啊，第十季的开播第一集啊，希望各位支持这个节目，特别棒啊，特别好。我们村长聊聊吧，我们你之前跟大家那么互动，大家最想看什么，最想问什么？给大家尝尝的催香酥。这是茅台吗？底下送的啊？对，送纸可以让大家把这个串没有的。这一季你们希望想看到，就是说有上妆的。嗯，想看见？哎，让他们说你什么背景？让你唱歌。我唱什么歌？来一首呗。我来首啥？哎呦，实在太热了。对，我刚吃俩了。那豆干其实真挺好吃的，什么吃那豆干？我感觉温度，我们起脚本来说今天啊就应该到了，在漠河。嗯，今天是应该到吧？嗯，今天到了，今天到嘛？到了这点应该到了。本来三个小时的事儿，搞了快三十个小时。哎，就玩这种苦旅，受不了，真的热，一身汗。哎呦，虽然我们人在。我们正在去往祖国的最北端，嗯嗯，但是都穿着短袖的。哎，因为这一季我们会在这个东南西北巨热各种各样的地儿出现啊。是的，这边现在我们往漠河走，然后现在刚过俩小时，才过俩小时，嗯，天哪，我感觉过了一个世纪了，真的是跟朋友在一块就是这种感觉啊，度日如年，时间过得太慢。嗯，你出出镜。嗯，露出镜，对，大家就想欣赏你的头发。嗯，你的歪歪怎么样？信号可以，先求信号。对，我们整个火车就靠他这歪歪的。是，嗯，他，哎，怎么觉得王菲做过这头？是不是那个？我们沈凌也模仿过那个，就是那个《相约酒吧》那个。没开瘦脸，啥都没开，纯素颜，纯素颜。嗯，想让我们开一下大眼吗？小严。说有新的专辑要发是吧？啊，对，来打 call 啊，专辑，对，我四月一号会发。我想去漠河，我想去漠河，漠河，漠河，这个漠河啊，先说一下，漠河就是那个漠河舞厅的那个漠河。哎，嗯，对，这个歌你会唱，你肯定会，你喜欢我。你肯定啊，你那么熟短视频，第一个字唱对了，刚才。我匆匆奔来，难寻是人间的村落。真好听，嗯。反正直播呢，得说好听。对，我说好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呗。啊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新的一批呗。啊，就是一号，四月一号会发我一批的第一首歌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叫什么名儿？啥呀？保密嘛，在保密啊，来保密啊 ，secret。那你打啥呢？在打我们吧。四月一号，第一首歌，第一首歌叫。这四月一号发这事儿本身就是说它是有梗的。那你说发啥都成？为什么要四月一号发呀？因为正好是愚人节，但是你要说你发，那你就结果你发吗？叫愚人节，结果真的要发，结果真的吗？真的发。愚人节你说了真的，然后你做了真的，这不就不愚人了吗？难道你那首歌就叫愚人节吗？那不叫，叫逗你玩 Beast。beast 不保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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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三句就到了啊！快三句就到了，野兽，真酷酷酷酷，是不是还配着舞蹈？那肯定可以，是吧？嗯，到时候期待吧。啊，那当然，这个得保密。那哪个 EP 一共总共几首？唱一句呗，总共几首？保密，不是保密这样，对吧？我们这数字，我们猜对了，不是你说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四首，三首。五首，我都给你画上全了。六，一百首是要 EP 啊，一百首，你还叫 peace 我吗 ？peace 当是什么东西 ？peace 是哎和平者。其实某种意义上，亮哥你也唱对了，是吗？某种意义上，说他是个 peace， 但是他要 peace， 就是这个意思 ，peace 的 peace， 是不是？对。这俩。
小明哥没有想象中前之前抱的那么胖啊，瘦过去了。嗯，还是胖。嗯，我得接那个戏，要为那个戏，是吧？我现在是纯素颜，啥都没抹，啥都没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现在因为我们车马上就开，可能大家已经开了。对，因为一会儿可能就没有信号了，是吧？一会儿没有信号了，没信号了，这不有吗？这不信号。亮哥送给你们一个你们最爱的角度。啊！亮哥拍拍自己吧，再这么拍该露馅了。我也送一个。我不行，我给亮哥三十多了，亮哥都可以三十了，三十出头。那给小明四角吧。不是，你刚才是，咱就这样，大伙儿送大伙儿个，就一二三，说 hello， 哎，要不然经理呢是吗？那快出来吧，都在呢，都在呢，支持我们那个新的 EP Beast 是不是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极限挑战，极限挑战第十季，新歌 ，yes， 加油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么一会儿100多万人看了，嗯，行，都在说了些啥？没事，没信号了，没信号了，没信号了，对。没信号了，因为我们车开了。啊，拜拜。可以，好好来了，好好休息啊，就差不多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没人说一句吧，跟大家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完了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永远开心，永远开心。行，现在9月份了，快4月了，四月了，快到年了，是吧？祝福各位新年快乐，2024更优秀。来，太早了吧？没事，到时谁家不能客气。提前祝大家愚人节快乐！愚人节快乐！听你的歌，别忘了记得听我的歌。好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《极限挑战》，然后多多支持浩翔4月1号的新歌《Beast》。嗯，行嘞，谢谢大家啊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嗯嗯，快乐，行嘞。啊，我们关了，真舍不得。关，可以关吗？可以关吗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各位，拜拜，好好睡觉啊！来，好好睡觉，给您。